大家好，我是阿梅，我现在准备去挖螃蟹了，先准备几根绳子，待会用来绑螃蟹的。昨天有很多粉丝说要螃蟹，所以我今天就过来挖。这里发现了两个超大的蟹洞，现在把水掏干了，准备开始动工。放咗几多只？放到只嘅啫。哇，翻你嚟搞好大嘅，好大个我夹到啊！哎呀，好大只条！哎呀，你睇嗰啲，你强啲啲喎。洞里面的鱼啊。好多、啊。我翻地上了。哇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！好大个，好大个，好大个！发财了。刚才挖的这只螃蟹蛮大个的，这里是第二个螃蟹洞，现在把水也掏干，准备开始动工。你等等要钱挖咁，嗱嗱，往嗰边走。哇，终于出来了！哇，吓到我了！哇，蛮大的。啊，今天发财了！你终于出来了，把这位兄弟的手都夹流血了。兄弟，给你洗一下澡。这里好像发现了一只螃蟹，不知道是不是？这里有个螃像螃蟹的壳一样，这里有点像，拿起来看是不是？哈、哦、哈，真的是哦，我弄到可可的声音了，哇，夹得好紧啊！泥土洗干净，个头蛮大的，我来看一下，它这个前有我差不多有我前头那么大了。这只螃蟹已经绑好了，放在桶里面。这三只螃蟹是在蟹洞里面挖出来的，这只是在外面找的，刚好四只螃蟹。今天的收获不错，都是巨无霸。明天还继续，如果喜欢阿梅的视频，请帮忙在下方点个关注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下期见，拜拜。